有机车违规骑上国道，这回是发生在国道的三号嘉义路段。即使刚下过雨，路面相当湿滑，但这个阿伯骑士哦，却是越骑越快，甚至他一度想要超过前方轿车，把这个民众都给吓坏了。超梗哦，这！车上女乘客惊呼一声，明明车子已经开上国道，后头竟然有辆机车紧追在后。他骑在你后面，你让他，你让他。是在看啥了眼？这位阿伯骑士头上半罩式安全帽还不停晃动，地面因为下雨相当湿滑，但阿伯速度却越骑越快，一度和轿车并行。他超你车哎！就怕应急发生危险，轿车还放慢速度。这个惊险场面发生在5月28号国道三号嘉义路段，阿伯骑士发现被拍，油门还越吹越大力。他说我在拍机车骑上国道已经违法，最高可以罚到6000元。幸好没有发生碰撞意外，但阿伯的夸张行径真是让其他驾驶捏了一把冷汗。中央新闻陈谷明、黄顺阳嘉义报道。